这是一栋位于 Brighton 的一房一室公寓，进门是一个大的餐厅，也可以做一个客厅使用。往前走是客厅部分，也可以做一个房间使用，有一扇大的窗户。左手边进去是厨房，厨房后方有一个独立的小阳台。厨房出来后往前走，经过客厅，前方是一个标准的卫生间，有自己独立的窗户。卫生间出来，右手边是一个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衣柜和窗户。